章状至玉兰庄，贵团体致力于促进日本和台湾间相互理解，并有助于我国与各国的友好亲善。公鸡着柱，特赠此状，深表敬意。令和六年八月八日，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玉兰庄的创立与日本基督海外医疗协会对台湾的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三十多年前，觉田久子宣教师从基督信仰与对人的关怀出发，看到那些在战前远嫁到台湾的日本妇女，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陷入了孤独的生活。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心与不懈的努力，与长老教会的长老牧师，在1989年创立了玉兰庄，为这些银发族提供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活动中心。当时的玉兰庄可以说是超前部署，因为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政府开始投入资源来照顾年长者，而在这之前，玉兰庄已经走在前面，为这些长者创造了属灵支持与健康老化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服务超越了物质层次的关怀，根植于基督信仰的爱心与灵性，帮助长者能够参与健康的老年生活，并找到内心的平安与满足。